收听好朋友再一次来做报告。那么呢，杨刚呢这么安排，有咱的专业歌手，也有我们的钢管秀舞。那么精彩因此，也后边面的阶段，会一一来邀请到咱的歌迷啊，来到舞台前为大家来做演出哦。再一次感谢咱在这中心中台的好朋友，共同给坚定哦，老爷来跟做锦绣。好的，那么说来这个阶段，因为囡仔实在太大意了啦哦，早囡仔脑壳蛮高，真希望大家一定多多体谅，多多包涵哦。那么这个阶段，朱启林小子来穿插安排歌曲，送给咱现场的贵宾好朋友。那么来安排这首真轻快的台语歌曲《满山头》，让大家欣赏，谢谢。这个节目的掌声，好，朱启林小子，再一次感谢你们的欣赏。好的。